找，推着满满空虚回忆怎么逃？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只怪自己被爱迷惑，只怪自己被爱迷惑，说你话不重要，可是我从不曾忘掉，可是我从不曾忘掉。我处境的时候呢好感觉哦，到那出事的啊，啊你，这些老爸啊，咪做贫困啊，国民来啊，毕业了后，去有开，你毕业了有啊，开啊，你去五角港啊，中山路，那个高山桥北边那台啊，吼，哎呀，头几年啊，你，头几年开起来有财啊。你也搬在这里，搬在这里，搬在这里，这里也靠近点，这里也靠，你靠边点的近点，啊，你也就出塞。我出几回，国民阿弟也几回，啊，有三年四个月，还加起来也几回。说的不做的看啊，退了休的舅父啊，你干啊，啊，我来看不做，看看，哎，这个退休不来再参加的。一个寒假过完后，毕业在晒啊。四十七年苦就来一百多个人，叫人叫家人啦，叫徐阳那边、高东那边那个边界上，边界上嘛去做工啊，做足久个。那个什么轮班制的嘞，做一天休一天啊。去哦，也准苦掉了后。我那过做鱼，啊做鱼尾啊，迄条路来遮是五十二年来遮佚佗，五十二年来佚佗啊，啊个遐老师开灯看拍球的，啊难找的。遐是我伊去路的啦，遐是去我下班来的啦，下班的来了才佚佗，来佚佗的。在老师叫我快收你鱼，快呀，收你嘛，哎呀，整个鱼怎么的？我快收你鱼，老师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挂线的，嘿嘿，嘿，大约的，算讲一间教室哦，叫做四间房间啦，哦，因的某某的大做老师哦，啊，你再讲啊，伊讲，好啦，啊，我咧说讲好啊，来就来咯，准备啊。啊，个鸡翅头有啊，吼，做个鸡翅头有，多啊啥有啊，你咩啊，你皮哦，啊，你咩，你啊，遐啥物材料啥，你未来有人家处理个，你过到去上班啦，处理处理过到，差哪个，你上班那唔得，就回来啦，啊，去，七十七年才从那边出。你主要是贷款，像车站内底什么工作我冇做啊。下班再来做这个。哎呀，我下班再来接。什么物件收起来？遐老师遐所在，我拿去。哎呀，啊，如大家可比我咧看拍片，我讲起来，大家就熟个熟悉啊。我刚才意思讲，伊晒晒好来啊。咱晒晒，我就知啊。因在旁边个。一个所在，我碰上伊只鸡翅头只零件，碰只皮蛋咯，啊皮遐两个蛋个，一头皮啊一头鸡翅肠啊这款个，嗯，四十，五十二年个时阵啦，五十二年个时阵，来只下顿我七八个月，你想看看外久一个下顿我做，即卖只张校长啊。伊嘛是讲六十二年考调台南大学来，啊，我从六月十二日，我拄正月，那是正月还是月什么？车头工作哦，我去，我车卡落去啊，去上路，指挥会车、货车也要吊车嘛，吊车啊，咱上上下下，咱车咧行，上上下下嘛。上上下下，迄路去，滴人去，只要打不着就出去啊！啊，下去脚变过啊，叫练啊，甲你挨落啊！过咧无就大腿落去，大腿落去，已经都残落去啊！医生是尽量要甲你记动较好啦，较好做着。对啊，这拢嘛伊想着啊，
即马阿古有时啊行路行路，啪啪啪，即马伤着个。以前本来个脚都要甲切断十个，我卖卖卖，我要苦啊叫。伊迄阵去属医院，去金融省立医院啊，搭十个后位，阿只出院出来，出院出来再个去上班，上班就开始检票啊。天票无，迄过去做调车，你唔要做啊，调车未使做。遐个无，我搁去平溪山个，啊，再搁去矿啊寮、矿寮、矿寮站，啊，尾啊再搁土顿个家人，我个八十几年才个家人，啊，九十年才退休啊。九十年退休，啊，就算讲，早已经几年啊哩啊，一百零五年啊对无？啊！就做来十五年，连续来，逐天来五工，一礼拜来五工。啊，无过去上班是一三五二四的哦，轮流上下班来。因为铁路局他们是做一天换一天的。哎，不要改三班制，改三班制的。要只是六十二年的代志，对，六十二年的这个校长来这读书，我无看过，我不能比。伊讲来遮读册，我无看过张清峰这校长哦。伊来做教师，做教师了后，我才听伊有说的，迄阵护士吼，内底有迄个医疗村啊、村铺啊，跟个床铺底下，人个来一边先跟个床铺底下，来聊天一下。你来这个刷刷下骹就来做，刷下骹就来做啊，下骹做做尾啊，迄个。校长讲，那边那种楼梯那边，他这赶快去买楼梯间嘛。哎，楼梯间。楼梯间遐遐一间，像是木做的啦，啊，地下室有咧卖福利社有咧卖，啊，福利社尾啊，陈少这个所在在华住，我这去啊，迄个说，哎，拢甲改二门窗，窗户啥拢改二门窗，连这门嘛改二门窗，啊，我都爱去做做啥物啊？在要改革啊，学校要改革啊，没，这栋本来是要拆掉，怎么去啊？啊，无钱，教育部都没有钱，没有钱就是讲整修，整修是讲这边先整修，修好啊，要换整修那边的，啊，再都要搬这边过来，啊，那边遐容易整修。啊！我再搬过来，搬一下做个物件啊！物件伊就讲，我讲唔好过，我走。本来伊想要叫我去顶饭咧，餐厅顶饭咧，顶饭咧，搬卖食诶，卖啥物诶？伊叫我搬遐去做，去收在华住。我讲不好，伊遐未使，伊遐伊要打收租金嘛，对无？啊，佮遐很快就过钱啊！我你做是十块五块，伊收你个，你怎样去哪个收你好滴啊？校长尾仔想起讲，有这个所在有法做，我好晒晒才有法做。啊，来遮就算讲较省啊，就较免遐找遐济。以前嘛，甲你收租金。无啦，啊，算讲一个注意钱、捡钱啥物啊，尔啦。若要讲钱，你管会真济啦。啊，你讲这艺术、艺术的啥？嗯，定期服务安尼。系咯，啊，你讲咱就。第一，咱价钱做少，当时啊，学生来咱嘛，吃啊，甲做者嘛，无甲提钱吼。啊，搁再讲修理雨伞啊，五十块啦，啊，无就天补啦，迄嘛无啥物钱对。是安尼生啊。啊，如何人回事？如何人回？那个用。啊，关。哎，学生啊，那下雨啊，哇，雨伞那一袋哇塞，那底下35块哦，要下35块。哦。校长咩都好啦，好啦，大家为人服务，咱嘛为伊服务啦。哎，那个算讲，真好啦，你张校长嘛真好啦。啊，去啊，算那个是，那个职员咯，教职员咯，是讲在研究生咯，什么，哎，博士研究啊，博士毕业啊，去高雄啊，去啊，去做老师啊，什么啊。讲要来等下只学校的嘛，讲迄个高铁的坐票，讲高山啊，也比啊比啊，只我收你。伊讲高阳无人去收你啦，海大啊，我要等下去，我要也来收你，真是够早的，我都发甜爱笑。我啊，刚才讲会收你，咱就收你，要知影，还要起来，出地铁起来，嘿，还都高铁啊，紧紧啊，还如果搭车起来啊，搭车起来，车坐搭车来啊。我是讲，
还是自己很勤俭呢。你要爱惜啦，爱惜就对了。大家都有好好哦，人家主人呢，现在快惯习什么？校长这好的，校长张校长嘛，真关心啦，还嘛关心一下，身体啊，身体也身体好些。整个的训练，安尼真好个，安尼人哦，有推动一下学生外地来的那家伙。对，就说本来是，起码暑假对不？啊，拢在那在看下去，在那看学校，有做也好啊，那无做嘛好，反正都厝的炸不来啊，豆腐退休的他们吃。当时啊，大家休困，大家去拜哦，不拢厝啊，就去烧油，因为大海天边啊，就来啊，来拜拜哦，市政府啊，来无拜拜，我四处随随走走看看哦，我拢来遮，我太太伫厝个啊，洗衫买菜啥个，拢来拜下礼拜，带出去逛街行的啊，不拢出外面的。我迄个吼，我遐一个，我有做一个记录，迄个日本铁佗哦，2004年，这拢有去。哦，你有来，拢打卡呢。然后打记录起来。哦，当时有来。啊，这唔是这坐机车出铁佗，这是去日本的，日本坐新干线的。哇！一拜、两拜、三拜，拢嘛下地，拢嘛做起来，拢嘛有，拢嘛有份的。下摆用电脑拍起来。无啦，拢嘛，啊你。拢嘛也用啦，阮太太嘛是大姑姑嘛，大姑查某囡仔，家庭啥较照顾，囡仔都大汉了，要去日本读书，在当初的叫中叫当初的起因啦，啊，细汉的去英国了。我台湾的第二个查某囡仔，英国台湾第二个查某囡仔，查甫的是台湾出来的，起码都要上奖，我感觉收费，人啊无咁大，拢贵啊，厝那种77年才刚好加住啊。很苦劲啊！你听，不是很有的那个家庭的，但是很苦劲啊！很苦劲啊！你都爱生活，爱规律一点，还佫人民讲讲，迄、那个家庭爱苦，还要辛苦，还要苦苦。现在讲安尼，好像说青青菜菜啊，死就错了。红太平嘛，照常来我讲。无来学生好耍，派位无全无人，一堆嘿，你把人收你好耍嘿。下雨嘛，你变来收你好耍。太尽责了。你讲我怎么吃不下了哈？啊，你怎么也干的干的，讲75岁，以前我还讲考教两年拜哈。这是应该爱的，无老岁有诶吼，你像我个不收拢东西诶嘛，真爱。无要紧啦，咱也无要紧，咱也搁清清清清。你比如讲，我来考来考啊，对不？对啊。后摆咧嘛，啊那做无老未当来，那就算啦。啊，无人做就唔惊，无人要做啊。